想要问他是曾经有表演过这首歌吗？没有，没有表演过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觉得真的很不错。哦，对，因为我觉得他就是所设计的东西，在做出来都蛮自然的，就是即使是回应的人可能大部分是你的支持者，不过我觉得你的那个互动真的很自然，所以真的蛮不错。然后，因为有些部分就是唱不到，但是唱的还是很好，就是跟第一回听的一样。 So if you proceed to the next round, right? If you proceed to the next round, 我觉得你唱完歌应该会很强。哦，所以你们稍微就要小心一点了。好，那因为老师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我觉得在你们两个之间呢，我觉得一个是就是可以看得出，一个是比较没有舞台的经验，一个就是比较舞台经验。不过在两个人当中呢，就是看得到之前那位呢，就是会比较真一点。 你也有梦，他也有梦，虽然难得不必心痛，我以为我承受，以为从此就自由，我尝试着快乐，快乐却不陪着我，爱没有回来了，你已经离开我。